最近有越来越多向我们民主的专家人士，向我们表达愿意参加政治协商的意愿。我们要保住他们，尽快送他们北上参与建设新中国。这个行动就命名为“归心计划”。我们已经调出了黄明文的红衣资料，我们已经开始彻查此人在本地的生活轨迹。可不可以帮我找到组织？五天。 5天没进，你是不是要去举报我？没有，你们干部这好歹啊！